现在这边代表传播学院祝福各位大四的同学毕业快乐。时间真的过得非常的快，这个还记得四年前迎新茶会、迎新宿营，一晃眼就到了要欢送各位同学离开传播学院的时候了。未来有机会，记得还是要回来看看老师。在这边也预祝各位同学未来求职顺利，工作顺利，毕业快乐。百期的毕业生大家好，今天大家聚在这边，我代表新闻系，我是新闻系孔主任，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与即将进入职场或者所谓的深造地方那祝福各位大家都能够在就学就业顺利成功，同时能够发挥各位在民传这四年所学的长处更进一步的在职场或者在你们就业就学的地方产生你们最大的光芒那么成为我们民传的光荣祝福大家鹏程万里，谢谢。恭喜大家终于毕业了，在未来的人生旅途上面，阿爸在这边祝福大家，希望你的人生的旅程可以有惊无险再多受到一些挫折多累积失败的经验，然后成功的时候不要太得意，失败的时候不要太灰心，然后有事没事就好好读书毕竟我们大概都是处理传播产业的领域，这个领域日新月异这个部分不要忘记。另外如果可以的话，也希望大家好好深刻的阅读人文典籍的书籍，把你自己的人文素养好好的充实。最后祝大家那个走出民传传播学院那开启你的下一段精彩的人生，加油。大家好，我是新传系的主任陈佳慧。大传之夜一直是传播学院重要的传承活动，每一年学会会用心的举办活动，希望留给学长姐一个难忘的回忆，相信今年一样不会令人失望。在此先预祝即将毕业的同学心想事成，开心毕业。管校四角的同学好，我们相聚了四年，在这一刻我们即将分别，非常的舍不得，愿大家都能够实现自己的理想，在你的人生中找到自己的目标。 Hello， 所有大四的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新传系的系秘书许诗婷恭喜各位同学完成了大学的四年学业，即将要步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那相信你们可以将在民传传院的所学发挥到职场上，一定能够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祝福你们前程似锦，一帆风顺。各位同学，恭喜你们即将拿到进入社会的入场券，今年因为疫情相信大家都比较辛苦，那不管未来你们要升学继续研究，还是你们要进入社会进入职场工作，都祝福你们平安健康，一切顺利，毕业快乐。各位毕业班的同学大家毕业愉快，又到了凤凰花开的时间，相信大家都一定非常的期待，但是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给所有人都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大家也一定都感受到了，但是如果你们可以将它视作为一种挑战，也是你们人生历练的一部分，希望大家一切顺利平安展翅高飞，进入下一个里程碑，祝福你们。亲爱的新闻四角同学大家好，恭喜你们就要毕业了，那我想在这里要恭喜大家哈，那同时也是要跟大家讲，你们要展开了另外新的一个阶段，那我想在这个新的阶段来讲，跟以前的各个阶段的变化都不一样，你们可能会面对到家庭啊工作上种种的一些挑战，
那我相信以你们的能力，一定都可以面对各种的试炼哈，那都可以展现出你们自己的潜能。好，那我在这里就先预祝大家振翅高飞，宏图大展。那我的 LINE 跟我的手机，我想应该二十年也是会不也是不变的吧哈。那如果有任何的需要，还是可以跟我联络啊。那我永远是大家的后盾，那我们后会有期了，拜拜。各位新传师的同学，大家好。首先恭喜大家要毕业了。在过去这几年，在你们的大学里面，虽然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疫情之下，但是我们班上同学都做得非常好，都表现得非常好。在这边祝福大家鹏程万里。然后以后进了社会之后，记得拉同学们一把，大家互相帮忙。有空回学校，毕业不是完全的跟学校说再见。我们很期待听到你毕业以后的消息。拜拜。我念四甲的同学，大家好，你们要毕业了，老师在这里祝你们鹏程大展，然后能够事事顺心，然后追求到更好的期望的生活跟可能工作的目标。我们在这四年的期间，其实大家遇到了很多挑战，不管是生活上的，或者是工作上面啊，或者可能讲说在学习的历程上面，我们都完成了很多的工作啊。即使是讲说面对到了COVID-19 的疫情，大家不管是在学习上面或是生活上面，种种的不便跟忧虑啊，但是其实大家都能够稳定的踩着坚定的步伐，然后把该完成的课业都完成，这证明了讲说大家能够真正面对所有的问题，完成所有可能你期望的事情。所以希望在未来各位能够秉持同样的一种态度跟信心，面对不管是学业上或是事业上或是人生的经营上，都能有更美满的一个成果展现在可能你的面前。那最后要跟大家说，希望能够记得明传的学习的经验，用它做基础，然后在事业跟生活上面做更好的开展。那老师祝福大家，然后那如果有机会的话，欢迎大家常常回学校，然后我们一起可能可以话家常。大家好，我是你们孔奈的乔玉。我是汉堡。我最喜欢皮卡丘。哎，你们看我的手机是背带的，很好用哦。我最喜欢在拍片的时候穿工装背心。啊，其实我们是白酒政府会。那个就是百八的学长姐要毕业了，真的很不舍。很希望你们继续在学校里面，但是也是希望你们毕业之后可以快点找到工作，找到未来的梦想。但是希望你们毕业以后也不要忘了我们这群可爱又热情的学弟妹，还是要常常回来看我们。然后呢，真的很感谢你们带我们的这几年，我们真是永远不会忘记你们给我们的帮助。要记得想我们哦。祝学长姐毕业快乐。拜拜。Bye bye。 学长姐好，我是百石会长陈子琳。我是百石的副会长王之颖。很快一年又过了，很谢谢学长姐这一年的教导，然后还有带给我们很多的欢乐的回忆。也谢谢学长姐们每次都愿意拨空回来看我们还有我们的弟妹们。那希望学长姐以后也会常常回来看我们，我们会一直在这边等你们哦。那学长姐毕业快乐，拜拜。Hello， 各位广电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永远无法重选的班代。总之呢，要在这边祝福各位毕业快乐，希望我们在这大学四年内的所有回忆都可以打包带走，因为这可能会是我们未来悲惨社畜生活的唯一慰藉。好，没有啦，就是在这边特别祝福大家，毕业不失业，可以找到一份自己
喜欢，然后也饿不死的工作，当一个快乐的社畜。毕业快乐，拜拜。嗨，大家好，我是广销四甲的班代沈子轩，那就是快要毕业，那就是在这四年当中，就是大家有快乐回忆，那也有就是一些有些小摩擦或小争执之类，但是这些都是未来很好的回忆这样子。希望就大家在学校学到这些不管是企划方面还是行销方面的东西，也都可以运用在未来的工作上。在毕业之后，就是大家一定也会很怀念学校的生活，那就是也在这边祝大家毕业快乐，希望广校的各位都能够喜欢我讲的笑话，对，能之后听不到，但你们在这段时间听到的笑话应该是最好笑的，对，谢谢大家。大家好，我是新闻四甲的班代陈宇伦，那首先就是先祝各位毕业生毕业快乐。那就是大家要踏入职场了，我希望大家可以保有那种大学生大一刚进来的热情还有冲劲，去在这个职场或者这个社会好好的闯荡，因为毕竟我们都还年轻嘛，我们都二十几出头而已哦，就是尽量去闯，因为我们年轻，我们有本钱，对，所以你们可以去往更好的环境更好的人去接触，那我相信大家的未来都是大好前途的。那就是这几年也很谢谢系学会办给我们传阅很多的活动，让我们去参加，这些都是很有能量的。有些活动我也乐在其中，像什么 SNG 啊之类的，我都很喜欢。最后就是祝福各位毕业生可以前程似锦。大家好，我是新传四甲的班代，我叫曾小静，在这里祝福大家毕业快乐。虽然两年疫情我们过得有点痛苦，然后我们也不知道会不会有毕业典礼，但是希望会有啦。然后就希望大家毕业快乐，就以后都很好，然后不止毕业，剩下的时间都要快乐。亲爱的百八学长姐，恭喜你们要毕业了。一进民传的时候，感受到的是你们给的温暖跟关心，直到现在依然在很多事情上面给予我们超多的帮助跟支持，真的很谢谢在这里遇到了你们，也因为有你们，大学的生活多了很多特别的回忆。毕业之后，祝你们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都可以走出自己想走的样子，有空的时候也可以回来看看我们，看看传阅，看看这个家。谢谢百八宿族学长姐对我们的照顾，虽然你们好像不太爱我们，但我们还是很开心成为你们的学弟妹，我们都知道你们只是傲娇而已，不敢说出来。谢谢莉莉乔乔、江江史蒂芬、星星高高小琪、小博汉堡对我们的照顾，祝你们毕业快乐。学长姐好，我们是白酒活动组的组部。那还记得大一的时候呢，我是因为看到了你们所办的活动，是你们的氛围感动了我加入戏学会。我也是因为素影的时候，然后被李学长姐感动，然后我就决定一定要加入戏学会，然后一定要加入活动组。因为那时候其实我也是外籍生嘛，所以台湾对我来说其实很陌生。然后也是因为学会让我重新对这边有一个归属感，像我现在也会称之这里为我的第二个家。然后虽然很累，然后就是有很多事情要忙什么，但是呢，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退出哦。我有，但是因为你们给我做主妇了嘛，所以我就决定留下来啊。但是我觉得留下来，我觉得留下来更好，就是发生了很多我没有想过的事，而且跟大家感情也变得更好了。所以留下来是好的选择。对。我觉得很心虚，没有啦。然后呢，因为我们白酒呢，因为疫情也不管啦、啊，不管是遇到疫情啊还是什么，就是有很多的状况，很多的 trouble。但是因为有你们在，所以我们很安心的去犯错。我们大一的时候就觉得，就是跟着你们办活动很，就你们很可靠，然后就让我们很，就是在你旁边很心安。然后大二的时候，等我们真的要自己去办这些活动，或者是带学弟妹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天哪，白白也太厉害了吧！然后我们甚至到大三，可能之后大四，我们也会办什么活动，就会想到啊，没关系，反正还有白白在，
对，所以我其实很感谢百八，就不管是像有些你们就是已经离开，就是不是说不是离开，就是已经从学会毕业了嘛，但是你们还是会因为我们，然后不管回来帮助我们，对对对，给我们建议，对对对对，对我们来说其实是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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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帮助，对。比较遗憾的是，在去年的时候也因为疫情，所以我们的船业没有办法成功举办。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很，就是船业前两天才取消，我们那时候觉得很难过。但是那个难过不只是因为可能我们没有办成船业这个活动，或者是我们可能没有把我们准备很久的表演呈现给大家，而是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我们还有另外一个更难过的原因是，我们很怕。就是可能今年也会像去年一样，就是莫名其妙因为疫情，然后突然就失去白发，我们觉得我们承受不起，所以呢，我们又，所以我们办了一个毕业旅行。那这时候的影片播出应该就是已经玩完了，不知道大家玩开心不开心？应该很开心吧？应该有办成吧？那个礼物应该还不错，应该可以吧？应该有办成吧？如果没有办成的话，再请徐叔帮我把这段。对，然后前面没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也因为疫情呢，我们的取消了我们的大餐具，对，我们的大餐具，我跟你说，我们的那个餐点也定了，我们船也定，我们已经都付了，那个船都已经在码头了，就差人站不上去而已。对，所以张真和靠你了，我们学长姐要靠你了。如果没有办成那个船趴哦，那就是问题。对，我们已经交接，我们对，我们已经传送了船趴。他是没有办成，但他一定要办。对，所以张和可以办，那学长姐也可以期待，所以我们大主去一定要出席哦。好，那在这里还是要祝学长姐毕业快乐。那其实我也不知道毕业后会发生什么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一样祝你们一帆风顺。但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你们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拜拜。大家好，我们是白酒的美圈主妇，我是 Taco， 我是 ET。谢谢学长姐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然后祝福学长姐毕业之后可以顺利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祝你们毕业快乐！百八的学长姐们毕业快乐！那我是白酒体育组组长庄永婷，那首先恭喜你们毕业了，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顺利毕业。那虽然因为疫情的关系没有办法顺利举办成船业，但是也很谢谢你们之前大一大二那么认真努力想要带我们，虽然中间可能发生很多摩擦，但也谢谢你们还是努力的带完我们。那现在你们要毕业了，也希望你们在未来可以有好的出路。对，那恭喜你们，也祝你们可以顺利毕业，拜拜。各位百八的学长姐大家好，我是白酒体育组副组长吴静柔，先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照顾，然后祝你们毕业快乐，以后的工作都一切顺顺利利。大家好，我们是白酒公关部助理。首先呢，先谢谢学姐在这两年以来给我们的照顾。好的，那现在两位仙女已经完成你们在人世间的修行，要回归仙境，离我们远去了。想当初我们刚接干的时候，可是非常的惶恐不安。你们是我认为最棒的一届百八，然后怎么不可能这样说走就走吧？但好幸有你们在我们的背后当我们最强后盾，我们也才可以成为别人的依靠。这边先祝福你们，也感谢你们所有的付出。那在这边也感谢学长姐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祝你们毕业快乐！我们爱你们哦。